这里要到核心里面去找。鹿角蕨就很多种啊。看起来都长得不会差太多啊。啊。看起来都很多差不多。对啊。这个还有叫什么？爪哇是不是？鹿角蕨。好，鹿角蕨。所以这一圈全部都是鹿角蕨啊，收集的非常多。
叫好像比较好。长叶亭婆，你看它的果子真是有够密密麻麻的，是有点密集，太密集了，有够密集的，哇，哎，这个不能吃哈，要是能吃多好。